藕粉活动啊，现在是29.9块，发2罐，还赠一个这个早餐杯，我给大家冲一杯，加2勺，2勺，然后先加凉水，凉开水，我来搅拌一下，搅拌成水状，然后再加刚烧好的开水，然后就一搅，搅到透明状态就完全好了。看，搅拌成这样，然后加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加点蔓越莓，这里面本身也带了好多坚果。